真巧，我们这儿确实有一个湖。季明，快到了。季明，你为何一直看我？你的我是什么样的？暴露啊，有多暴露啊？外面的男人竟会做这种不纯洁的梦。喜欢星空湖，小时候我就常来这里玩，那时会坐在湖边看其他孩子捉蝴蝶。说起来，每次来这里晚上都会做些奇怪的梦，很多时候都会做噩梦，梦里会看到血，听到很可怕的笑声，梦的内容一醒来就会忘记。推土机？原来是这样的啊。有时候会做好的梦。最近我常梦到父母陪在我身边，我躺在一个漂亮的宫殿里，床的周围都是桃花。他们已经不在了。没关系，我已不记得他们的长相了。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山鬼给带走了。山鬼是山上的妖怪，他们白天躲起来，晚上会出来害人。
山鬼擅长化形，他们会变成村民的样子，迷惑人的心智。纪明，纪明。纪明对山鬼很感兴趣吗？遇到山鬼的人基本有去无回，即便能活下来也会逐渐忘记山鬼的事。村东面有个名为清河的女孩，她是村里唯一见过山鬼的人。清河就在屋内，他在遇到山鬼后既不太轻视，也不愿和村里的人说话。纪明是受到呼月神指引来到这里的人，或许能帮助他。我要去练武了，记得不要太为难他哦。不知道。
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了嘛！啊！他就是刚来的那个人，怎么处理的？吃掉，吃掉吧！大牛，那头猪怪吵闹的，赶快把它宰了吧。好。老实点，你们这些畜生就是给人吃的，不要怪我杀你，来世投胎做人吧。在这儿呢。你竟然又来了，这次是为了赏景而来，还是为了我？
来吧。你会划船吗？去湖的正中心，那里很美。还能更美。